劳高的建筑作为全球科技巨头的三星，这里就是它位在美国纽约华盛顿街的最大旗舰店，当然也要玩出未来感。一进来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正中央的大厅上面呢，有96个55寸的小萤幕拼凑而成的大型萤幕，密密麻麻的巨型萤幕前面还打造可以容纳90人的座位，简直就像戏院一样。甚至还有 DJ 现场玩音乐，镜头转到另外一边，这里还将120只手机拼凑起来，随着你的人转动，仔细看荧幕就能变化不同场景。It feels like VR, right? Because you know, you put the headset on and you look around.走上二楼，除了有宽敞的空间，这里还摆满了水，可不单单只是要秀手机的防水功能。等一下，他如果帮我自拍完之后呢，只要靠着手机在这里感应，我的照片就会出现在水的上面。So then you're gonna choose a filter, whichever one you want. I usually recommend the bottom two. 水里面竟然慢慢浮出照片，大秀科技酷炫功能，甚至还能体验冲浪版 VR。Right here we have our surfing in Tahiti, and here you'll experience like with your virtual reality headset you can look in 360. 三星旗舰店837主打纯体验，店内不贩售任何商品，而苹果在美国第五大道旗舰店则是以巨大方形外观吸引目光，微软也是打出明亮的风格，大厂旗舰店纷纷插旗纽约，就要比谁更新颖更颠覆。以上是东森财经新闻记者张秋雪吴佑树在美国纽约的采访报道。